凡尘不是很好玩吗？好不好玩啊？我们年岁呢越大的话呢，就会觉得说这个凡尘不好玩。哦，年轻的话呢还体会不出来。我们要了解到凡尘呢所给我们的一些哈、哦、啊，这个不管是现象也好，是事情也好，都是呢哦负担，给我们负担，我们呢会产生啊很多的烦恼。所以呢啊，这个凡尘呢年岁一大的哈、哦、就会觉得不好玩，尤其呢在那个哦物质很缺乏的地方啊，那更是苦啊。在我们台湾呢可以说修道的环境呢、啊、是最理想，在最理想的环境之下不想修啊啊，那真的是哦非常的可怜又很愚痴啊，哎加工哦，不想修，